大家好，我是怪秋蝉。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点评海联金汇中科曙光神州信息赢十胜残率基础分析，仅供参考，不作为买卖依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联金汇。海联金汇的话呢，那么今天是处于涨停反包带量。那么大的一个方向的话呢，咱们前面多次进行跟踪和点评。首先的话呢，从大的一个视角来看，它是属于中期的这种趋势支撑，并没有破。没有破的话呢，那么前面在这个位置讲到向下，一个是下方前低是个观察基点，趋势支撑是个观察基点。如果说回落内部，只要说有这样的一个结构或者是背驰，有资金接力，前低不破，趋势支撑线不破，那么对应的调整下来是可以作为这种机会点来去跟。但是它的一个重要的观察基点呢，是在8元一带，8元的位置的一个是趋势支撑线的位置，同时的话呢，也是在下方的30分钟上沿。那么今天直接给出这样的一个反包涨停过之后，后面再跟的话呢？首先向上能不能突破11.388块？如果说呢，向上对应的量能如果说没有明显的温和放大跟上，而是呢向上冲高迟迟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对应的话呢是要找卖点的。同时呢也是可以借助于通道线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当前呢依然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斜向上的通道内进行运行，靠近上沿找卖点，靠近下沿找机会点。这是对他的一个应对的一个思路和态度。好，这是海联金汇。那么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前面出现过这个位置的话呢，其实出现过涨停。前面从11.388块的位置的话，它实际上是属于日线的一笔下跌，强底分。强底分的话呢，向上并没有形成一笔，而后回落。回落的话呢，它也没有把这个底分的底给破坏掉。所以说呢，这个位置如果向上能够突破前面这个节点，那么它还是属于一笔下之后对应了一笔上的反弹。那么这个一比三的反弹的话呢，它的内部要和前面这个位置相比较，如果说力度，如果说不能突破前面高点找卖点，也是靠近通道的上沿。如果说呢能够突破下前面高点，那么从它内部结构来讲，观察是否有背驰，以及这一段的上涨和前面这个位置是否有背驰，有背驰依然找卖点，而后的话呢再一次回落依然考它前低，如果不破回落下来又是新的这样的机会点，用这个通道内低吸高抛的视角去跟，这是大的一个思路。好，那么小的一个细节的话呢，那么像今天出现这样的一个涨停，涨停过之后的话呢，明天大概率会有一个溢价。但是呢如果说向上不管是快速冲高还是属于高开，对应的话呢是不提倡去追的。因为呢我们来看前面这个节点的话，涨停板之后第二天高开冲高过之后呢，最高甚至出现9个多点的这上涨。但是呢这个节点一旦与最高的一个视角，那么后面的话连续调整，那么对应呢可能就是不管是十几个点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属于最高的风险还相对来说比较大。所以说呢对于这类个股的视角的话呢，咱们前面一个是借助于大的通道线，那么缠论结构的话呢，最起码你用5分钟或者是用1分钟这样的机会点去跟。那么当前的一个节点的话呢，那么对应的也传统视角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小的收敛结构。什么收敛结构呢？对应的短期来看，这个位置低点和低点相连，上方的话呢高点和高点相连。那么如果说明天向上溢价把这个通道给突破，如果说量能是温和放大放倍量，以及呢冲高之后快明显缩量都不是好，如果说能够保持温和放量的一种状态，温和放量的一种状态的话呢，那么稳在5均之上，那么只是观察前高的位置能不能越过去。那么当前这个节点的话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5分钟中枢，这个位置可以当成5分钟中枢来去看待。如果向上能够突破前面高点，那么观察这一段上涨和前面进入呢是否有背驰，有背驰找卖点。如果向上的话呢不能突破前面高点，那么先做卖点去应对，而后的话呢回落下来不破前面的低点，不破下方这样的一个通道线，那么这是小周期来讲，回落下来之后呢再考虑这样的一个把握低吸的节点，这是用低吸高抛的一个设计，是小周期。那么中期的话呢用大的这样的一个通道线，小周期的话呢用这种小的收敛三角以及呢前高作为这种观察视角。好，这是海联金汇的一个技术表达。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中科曙光。那么中科曙光的话呢，今天也是给出这样的一个放量反包，那么是 K 线表达量是强。那么从大的一个缠论结构来去看待的话呢，那么对应的下方从24.26块对应的它依然是可以作为一个日线的主力行上。那么前面呢这个位置可以当成一个日线级别中枢来去用，日线级别中枢来去用的话呢，那么当前的对应的节点依然是从26.88块的位置，可以把它作为日线向上离开段，日线先段上的发展当中。
那么看次级别，次级别的话呢，那么对应的从二十，好，从前面的26.88的位置，那么当前的跟踪节点的话呢，就属于观察前面高点34.94能不能越过去。如果说能越过去会什么样，越不过去又是会怎么样呢？如果说能越过去，前面的这个位置可以作为一个30分钟中枢，30钟枢的话呢，三买转二卖回落，那么这个回落的话呢，把前面这个中枢的上沿给接触，有接触，有接触的话呢，那么对应的它的推演，这个位置呢，如果说向上不能突破前面高点找卖点，防范的是从34.94的位置以来走一个反向运动，再往下，往下的话呢，再观察内部是否有背驰，前低破不破，这是一种推演。如果说向上能够突破前面高点，那么它的推演方式可以把这个位置作为第二个三分钟枢，但是呢，低点和前面的这样的一个高点有接触，那么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中枢扩张来去处理。中枢扩张来去处理的话呢，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说能够保持，量价齐升突破前面高点，后面的话呢，可以把这作为一个升级的中枢扩张的，从30分钟升扩张升级走势生长，中枢扩张为日线级别。日线级别的话呢，那么这个位置向上它可以作为一个新的起点，然后的话呢，再走一个带有30分钟的，向上的离开段。所以说呢，如果说能够温和放量突破前面高点，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那么对应的它可以继续延续趋势，甚至呢期待主升。如果说这个位置同时向上能够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它的内部这个节点的话呢，作为一个当做5分钟中枢来去看待的话呢，那么它的离开段和前面阶段呢必然打破背驰，打破背驰的话呢，后面可以用新的5分钟级别的三类买点来去跟踪。这个位置的话呢，是可以把它作为，就是呢，这个位置从29.95的位置作为一个观察点来讲，可以把这个位置作为一个5分钟中枢来去处理，就它的级别比1分钟中枢要高，比5分钟级别略低，但是呢可以当成5分钟中枢来去用。如果这个位置继续往上，然后的话呢，以这个5分钟中枢上沿，如果后面呢打他们之间没有背驰，冲高之后回落，又作为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点来去跟了。如果说向上对应的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迟迟不能突破前面高点，而且的话呢回落又和这个中枢的上沿，中枢上沿在什么位置呢？在32.9的位置。如果说呢冲高对应的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回落又进入这样的中枢内，中枢内的话呢，那么对应的防范的是什么呢？可以防范的是属于走，就像这个位置如果说一旦进入，那么对应的推演方式就属于一该处的中枢的延伸，而后的话呢，只要说始终不破前面低点，它可以呢作为中枢延伸之后再走向上离开段，这是一个跟踪视角。如果说呢进入过之后一次两次都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那么对应的防范的是构筑，就呢作为大的二脉来去处理。这个大的二脉的话呢，用什么视角来说？用30分钟的一个维度来讲，好，这是二脉。如果说向上冲高始终不能突破前面高点，它又属于同样的，依然是作为这样的一个二类卖点，然后的话呢防范再走向下离开段。那么当前结合量价关系，结合它当前的日线级别的结构来讲，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认为呢向上突破的概率更高一些。所以说跟踪的节点呢，大的一个视角来讲，向上看它能不能温和放量突破前面高点，然后呢均线重新回归多头排列。小周期来讲的话呢，用列缩对应的在32.88、32.9的位置，就是向上如果说能够冲高回落不破，用5分钟级别的买点再去观察，再去跟踪。好，这是中科曙光。那么我们再继续呢往下面去看，那么对应的像神州信息和盈世盛，那么同样像神州信息的话呢，那今天它是属于跟涨，而且的话呢是量能没有放大，量能没有放大的话呢，那么对应的后面的观察节点就当前还属于弱势，也是五均之下。那么接下来呢，什么时候出现强底分上五均，同时的话呢最好能够突破稳在140天均线上方，才能作为新的一个观察点。那么这个观察点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前面有过解惑。什么解惑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对于一些对买卖点不熟悉的朋友来讲，等到如果说当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强顶分了，后面的话呢，如果说我再去把握低点以来已经涨了，有的呢可能涨了10几个点了，再去买是不是又追高了？其实咱们讲到作为强底分上五均，它是一个观察点，如果说连底分都没有形成，五均也没有突破，那么你是不能认为它止跌的。
这是一个视角。那么观察点出现，如果做的话呢，那么对应的应对的思路是什么呢？好，打破短期周期来讲，打破了这种由多空平衡，就是由原先的这样的一个弱势状态，空头控盘的一个状态，有空转多的这样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信号。而后的话呢，哎，冲高过之后，五分钟相对下回落，不破前面低点，用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可以去试而已。这是一个应对思路，就是呢，五分钟相对下，或者是有一分钟的走势类型下，内部有背驰，前低不破，那么用五分钟级别二类买点去试而已。如果说连这样的一个底分都没有形成，你不能草率的认为它就止跌了，或者是会怎么样。但是如果说这是一个跟踪视角，如果说是属于长周期的这样的一个下跌，不管是超跌也好，还是属于业绩呢又有支撑，那么呢想把握中长的一个观察节点，最好是观察周开的底分，那么思路也是一致的。不管是用30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还是用5分钟级别的强二买，或者是三类买点作为一个尝试性的这种机会点，那么呢向上观察走势结构是否发生背驰，向下的话呢是否把买入条件发生破坏。好，这是神州信息。那么对应的上方在14元的位置是一个重要的压力节点，一个是140天均线，一个是14元的位置。好，那么再看银石胜。那么银石胜的话呢，那么它的一个同样是下跌，那么它的内部结构来讲要比神州信息呢略微的带有一些抵抗。那么当前的话呢，它也是属于跟涨的一个表达。那么对应的同样跟踪节点的话，如果说能够出现放量强反包，重新呢站稳5均之上，那么呢再做一个观察节点，用5分钟级别二类买点去跟。那么对应的话呢，从15块9.5毛的位置以来，它实际上还属于日线的一笔下跌的发展当中。日线一笔下跌内部的话呢，对应的它有这样的一个一个小平台，这个位置的话呢内部是有这样的小的结构。好，如果说用分钟图来去看待的话呢，那么当前对应它的一个节点来讲，例如说用5分钟的一个视角，从15块9.5毛的位置以来，对应的上方呢有一个5分钟中枢，这个位置的话呢，如果说向上连前面这个高点都不能越过去，对应的那么呢最好是等一等。等什么呢？像这类节点的话呢，是可以把这个位置作为一个5分钟中枢，这个位置的话呢，如果说回落反弹前高不能越过去，那么这个位置完全可以当成第二个5分钟中枢来去看待。如果说后面回落破前面低点，但是呢底背离，再加上内部结构有背驰，那么用5分钟趋势下跌趋势背驰这样的节点，如果说呢追求稳健，最好是等一个5分钟先在上冲高之后再回落不破前低，用5分钟级别二类买点去跟，这是一种推演方式。好，如果说走的强的话呢，后面能够带量补量上行，突破前面的高点，而后呢5分钟先在下回落不破前面低点，在这样的节点呢，就是用5分钟级别二类买点可以去试，如此而已。好，这是银石胜。那么当前的一个表达来讲的话呢，那么从量价关系上面来讲，很明显像银石胜也好，包括呢像神州信息，它是要明显弱于海联金汇，包括呢像中科曙光，那么买卖点应对的思路是不同的。好，以上呢只作为客观的技术分析以及呢买卖点的一个应对思路，仅供参考，不做买卖依据。喜欢的朋友呢记得点击关注，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好，再见。